Well, I'm here in the studio with Helen Liu and Chen Bo Wen from Wall Street Chinese. Welcome back, Helen. You're here with us doing calligraphy a few months ago.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recently? Well, keep running different culture and art events and workshops. And we want to introduce the Chinese tea and tea culture to you today. So now I introduce you the Master Chen. He is the head of the Taoist Association in New York. Chen 博士，欢迎你来到我们演播室。介绍中国的茶，谢谢谢谢谢谢，新年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陈道长，请你现在示范你的茶道。好啊，好啊，今天我们就泡一个铁观音。好，这个是今年的冬茶啊，最新鲜的啊。这个拿开，用这个茶匙，这样，这个叫。观音上轿，你知道观音吗？观音啊，观世音菩萨。如果是乌龙茶，就乌龙入宫。哇，啊，有讲究。这个茶水应该是刚刚剥开了，哔哔啵哔哔啵，那个时候马上用就最好的啊。那个叫七星茶，七星开。啊，一开始的时候首先要洗茶，高冲。它冲了出来以后，将这个盖子叫春风拂面啊，将那个茶水给拿走啊啊，将茶倒出来啊，看是不是很香？嗯，是不是很香啊？这茶水一定要倒进倒干啊，不要留在里面啊，然后就洗杯，洗杯是很讲技术了啊，我做给你看看啊，很烫这个杯子啊，看到没有啊，那个杯子在里面转动，你看这个倒干，杯子洗完了，你就可以泡茶喝。好。这个茶，第一次洗茶，洗完茶以后呢，第二次冲进去的茶，就开始泡，泡一分钟左右。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倒出来了，可以倒出来。倒出来的时候呢，有讲究，这个叫三龙护顶，三个手指按着这个啊，讲功夫的啊，这个叫关公巡城。啊，关公巡城，巡完了以后还要韩信点兵。当当当，当当当，啊，一滴不留，全部倒出来，啊，很讲功夫。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水在里面，继续泡的话呢，这个嫩嫩的茶就会泡老掉了。这是闻香，很香啊。好，现在可以喝茶了，来，请茶。我。怎么样拿杯子？我拿杯子，你是拿对了，是这样子。一开始是观色，三分颜色，你看，很嫩很绿，有春天那种感觉是吧？嗯。现在是冬天，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茶，心里面舒服，有春天的感觉，很温暖，对吧？叫鉴赏三分，然后叫闻香。嗯。闻香有一种怡情悦性的感觉。所以文人墨客、道士、和尚，他们喜欢好茶，啊，以茶作为礼物啊，这中国人最喜欢送茶，送茶，送这种茶了。现在可以品茶了，啊，轻轻捏一口，嗯，那很好喝。那喝茶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神农氏说，茶可以强心。可以利尿，就帮助消化嘛，
还可以强心救命。神农氏是来用茶叶来解毒。我知道陆羽他泡茶的方法跟这个可能不一样，所以 这种方法来自于哪里？这种方法是来自于广东的汕头潮州啊，我们香港很多潮州人，中国的潮州人他们很会做生意，全世界到处去啊，他们唯一最方便的娱乐就是泡功夫茶。陈道长，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演播室介绍中国传统的茶。哦，谢谢谢谢。So Helen, I understand Wall Street Chinese is going to be running these Chinese tea classes over the coming months. Where can people find out more about that? Well, they can come to our website, wallstreetchinese.net. Well, that's great. And that website should be on your screen now. So if you're interested in that, do check that out. Thanks very much for coming today, guys. Thank you. 谢谢。